我们去年九月份呢，我们 KPMG Foundation 呢，决定了重建那个学校，等了一个很长时间，终于看到那个学校重建成功。今天来到学校，确实觉得非常高兴，因为学校比我原来看照片还更大一点，更漂亮一点。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，看到那个学校那个环境非常好，也看到很多小朋友非常开心。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，这个也是充分的表现我们毕马威的价值观，其中一个就是回馈社会，社会责任。这个也是我们 KPMG Story 的一部分。我希望同学们在这个环境下，可以好好学习，努力用功，为他们未来打拼。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的时候回馈社会，好好做人。我想重建那个学校只是一个开始吧，最重要就是我们不断的维持支持这些学校，透过我们启动我们的同事。参与制造活动，这个是最重要，可以维持我们对这些学校的支持。